今天是非常热的一天，就真的很热，皮肤一直都在湿透。但是在这么炎热的一天里面，我收到了哇，李彦俊送来的暖心的咖啡，给我们整个就是组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送来了咖啡，哇，冰咖啡哦。在这里呢，我就谢谢一下彦俊，谢彦俊，爱你哦，好有你哦。在这瞬间，我去把他叫出来。没有啊，我直接去找他吧。跳跳跳！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在干嘛？在换裤子啊？应该是。你就喜欢在这个时候来，哇！你真的吓到我了。哇！拍照。他可能好久没见我了，就喜欢看我换裤子。拍照。哇！不拍完了。没有了，要到明天早上10点。女主角在哪？女主角不在，只有我。啊，只有你吗？只有你。来，跟大家打招呼，哈喽，大家好，我是那个他的那个仇人李彦俊，现在是 9% 的成员，这次来韩国录音，然后顺便来整他。哇，真的吓我一跳，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哦，就是我以为你会吓死，会哭哎，怎么这么冷静？我们再来拍一首，都下来了，别挂电话，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啊。好吧，我真的没想到，我刚才想我在穿裤子就想，就这样剪啊，到时候就这样剪。卡西欧。可以。女主角在哪？女主角，我给你找。哎，我现在有歌手。女主角没有了。哎，我想看啊，我想看你的那个新歌。新歌啊，对啊，怎么看？应该放一首歌。姐姐，这是他唱的哦。我给你来个 live， 要不要？是真的吗？没有找代唱哦。哇，代唱，过分了！我跟你讲，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代唱。哇，神者知道吗？哇，神者，你是魂斗罗吗？是的，魂斗罗现在随便唱，我跟你讲，哇，很强，现在超强。哎，好听哎！哇，这么强？对哦。太假了。可是这我青春哦，我青青符合我啊，我年纪很小，青春对不对？青春啊，年纪很小啊，对，刚成年是？没成年，我还没成年，16岁。好高，你往后听啦，你哇太高了，往后听，哇，强的瘦，强的瘦，强的瘦，哎。来啊！其实也没有很高的，这首歌里最高的。后面，我用呢，马上到了，出去了，听到吗？这和掉魂斗罗一样，我跟你讲，哇，就现在很轻松，很随意，哇，很强，很轻松，超级就上去了。哎，你刚才有唱吗？对，今天是第一天，第一次拍 MV， 然后主打歌的 MV， 本来就今天就真的主打歌名叫做 Venus 是维纳斯，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金星，这为什么是金星？为什么？你长庚就是长庚星，就是金星。哇哦，很厉害，阿苏，哦，很强。然后是因为这首歌是主打歌嘛，然后也是我第一支 MV， 本来今天现场哇就很开心，我就很兴奋。现在换裤子，我彦俊突然出现了，之前彦俊就托人买了咖啡过来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也很感谢他。结果忽然哇看到真人了，吓我一跳哦，是不是？又白又帅，就是我这次来韩国就是还蛮突然，因为其实之前李强哥他有打电话给我，我们其实就是从节目出来以后，他常常微信有私讯，但我不回他。我有常常，我数了数好像就两次。你不要常常，我知道你不会回我的，所以我这人我你发消息给他，他想回你的话，他立刻回。他私讯我，然后我不回他，他就生气，就特别没品，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是说什么，然后就生气，然后后来有一天他打给我，然后跟我讲就是。
很紧急的事，然后什么，然后我就听到哦，他要拍 MV 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就是，然后他有问我，哎，要不要来找他玩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啊，可能工作上有点忙啊或什么的，就没有抽太多时间。直到因为我昨天刚到了首尔，然后准备要录我的，我也是发第一首，对，然后就是在录音，然后录完了以后呢，刚好得知了他今天要在这里拍 MV， 然后。原本是没有想说就是能够那么巧的就是来看他，但发现哎时间刚好吻合，我就决定要给他一个惊喜，对，所以我前面做了很冗长的一个铺垫。哇，真的，他今天早上还不回我消息呢，我就想这个人我好心里也骂他一万遍，我就真的看到他了。哇，然后我请姐姐帮我就是铺垫了很久以后，然后最后给了一个就是他在穿裤子，然后看到你们知道你哪里穿帮我不知道好不好，对，然后就来探班这样，然后怎么讲，长哥呢是好不好，我们在节目里面实打实的交情，对不对，虽然说不是很喜欢你，但是哎巧了，你也是是不是 OK OK， 就是对，然后怎么讲，大家现在出来了，然后在以后应该会很常见面的，所以在工作上，然后我就觉得嗯开心能够看到他现在一步一步的往他自己喜欢的方向在迈进，然后也很衷心的祝福他这次的 MV 或者这次的新歌 Venus 能够有不错的反响，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一直支持长哥，谢谢你们，谢谢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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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你，加油，好啊，加油加油加油。